大家好，我是 Peggy。 我刚刚呢收到一个包裹，结果我一打开看，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样东西，所以我就想说来正式录个影片来欢迎我的新的宝贝。所以呢就是这边，然后我刚才已经打开了，结果里面一看是 Gucci 的盒子。我是从去年2017年的12月订的，但是呢就等到现在终于才来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开箱。当，就是要揭晓咯。天哪，就是 Gucci Bell， 是不是超美的？我已经等超级久了。这个给你们看完开箱了，我现在想要来试戴一下。我买的是70的尺寸，所以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系上，因为毕竟冬天是一个很令人发懒的季节，就是会很懒的运动，所以我最近都没有运动。来看一下我实际围上去的样子怎么样。欸，它这个头很重欸。那我现在去换裤子，我们来试围。好，我换好我的衣服了，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到底是不是适合我的尺寸。因为我这是上网买的，所以我并不知道我的尺寸是多少，所以我就是大概选了最小的尺寸。因为之前我去他们店里看这个皮带的时候，他们都是80、90，都是对我来说太大，所以呢，我就一口气定了最小的尺寸。来测试一下我有没有变胖。等一下，超紧张，而且像这个，你的皮带已经红遍。这个皮带已经红遍时尚产业了。好。天哪，好紧张！等一下，欸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对，就是要把自己细的腰超级小，没错。哇，好，你们看，成功了，欸，我没有带反，成功。耶，我买到对的尺寸了，我梦寐以求的皮带。平常我是没有在系皮带的，这是我唯一一条可以用的皮带。天哪，是不是整个时尚感就拉起来了呢？它这条就是做的很复古的感觉，所以它的扣子是做一个复古的一个金属。对，那它这个很重，然后我是选金的。啊，太好看了，我去把他的家人拿出来配一下。他的家人来了， Gucci Marmot Crossbody Bag， 这是 mini 的。好耶，你看他们团圆了，是不是？会不会太多？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它这条皮带做的是很复古感，所以我会建议你拿Mom Fit Jeans 来做搭配，就是会比较，他们就是很搭，对，不觉得吗？嗯，那夏天的话就可以拿这种牛仔短裙来做搭配。给你们看看它的细节，它这个做的是复古的金属扣，而且它很有重量。给你们有没有有感觉到它的重量吗？对，然后它这里是皮质的，总之就是一件非常好看又时尚的单品。你只要穿个牛仔裤啊、牛仔短裤、牛仔短裙，配个上衣，然后你再加上这条呢，整个时尚感就是提升起来。那我这个皮带是在他们的官方网站订的，它的官方网站寄到很多地方，我觉得很方便。皮带最怕买错尺寸，所以呢，他们很贴心，就是你在他们的网站购物的话，都会有14天的鉴赏期。如果你不满意他们的产品的话，可以在14天以内退换货。
他寄来的时候就会附上这个退货条，所以如果你不满意或者是尺寸不合的话，你们就直接寄回去，他就会把钱退给你了，所以我觉得很方便。那幸好我的尺寸是对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按一个赞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说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都会看，也会回复你们。然后呢，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Peggy Love， 我都很常在那里拍穿搭照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拜拜。